Hello. 啊，好难记啊，黐线要记啲咩啊？account 呢个business law 啊，系读咩科都要读 law，关于佢呢个行业嘅 law。我有好多 friend 都系读 account，佢哋都要读 law，好难啊，觉得。嗯哼。嗯哼。law 唔系难，但系你 final 咧唔俾戴帽子呢下先难，如果唔系都 OK。不过我上次攞 credit 啫都系。咁考咩书要可以戴帽子啊？你读 year two 就可以帽子，year three 唔得，要记。哦，原来系咁，可能我冇读过 U 啦，我唔清楚。我净系知道咧，考宗教科咧，可以带本圣经，圣经，冇错。我成个章节、成个福音都抄晒上去。哈？唔系嘅，截录几句咯，跟住老吹咯。使乜啊？宗教唔计分噶嘛，考试。计啊，会考咪计咯。会考你考宗教，你咪得噶咩？得啊？点解唔得啊？你冇考过啊？唔系，唔同一个年代，sorry，搞错咗。嗰阵时我系攞 E 啊，系啊，有1分咯，吹咁都吹到，好劲啊我！我系一个假耶捻，加油啦！我同读书无缘。呢度有边几个啊？睇下先，有边几个系大学生啊？Edwin、Kiko、Key、James、CK 仲劲添，好似读紧 master。系咯，masturbate。仲 有边个？唔知啊，唔知仲有边个Vermic 咯，？Hermit 佢嗰啲系社会大学咯。苏文大学嗰啲咯，真系唔识我大佬，佢自己乱咁吹。唉，唔屈翻译啦！而家耳又聋，眼又蒙，够玩先。继续啦！唔系眼又聋，耳又蒙啊，我讲咗咩头先？冇啊，眼玩又系。聋，耳又蒙啊！我唔信你玩我，我老鸠啊！我而家嘅状态可以唱 Oh baby baby boy boy，不如你出，不如我咩？算啦，你都系唱怎么预防流行性感冒？怎么可以把它性感冒？怎么可以？白痴！呢首歌边个谂出嚟？唔知啊，嗰个胡须佬医生。好似姓陈嘅，唔系咯，好似又系喎。不如你唱呢个，家下着黄色衫变翻做绿色衫好 我要过。开翻佢歌词先识咯。唔使啊嘛。系啊，鬼惊咩？你做乜嘢？一开始啊咁样啊。我哋使唔使嚟翻个合唱？唔我啦，唱太男夜。人版，你唱女人版。唔好啦，太唉，夜。高龄话最低学历，中三出嚟就读大学，好似阿 Man 都系，会又唔唔会知有冇啊？记错，唔知有冇记错。阿 Man 唔知中三定中五。Black man。平民嘅百家耶路马六呢个词撑话条女白痴啊！你好快就会后悔啊！智障男，靓仔冇好嘢 我同边人唔记得咗添 我都系中午啊，其实。我同 Pan 哥一样，有冇啲人读到中四然之后唔读嘅？吹奖，唔奇噶，读中四唔读，考冇咩所 lecture 谓翻嘅来学了，咩啊？哦，执住班间啦，
講單上你咩學歷？我哋而家討論緊。你頭先噏呢句嘢之後，跟住趁呢個男人頂我咁切添，食屎！撞埋佢啦！唉，食屎！俾佢撞到我添。鬼叫阿媽生個仔咁正。屌你！咩行咩行撚去？系 我未冲凉，我唔记得咗添。顶，撞死咗条友我，我俾只黄色老鼠打捻死咗。中午大家都系中午仔啊，读到一定读埋个中午。啱啊！咦，我哋三个系同一个世纪啊，多咗个嘉宾，咪 Edwin 咯。点 样啊？无啦啦就鸠叫。好啦，我哋睇翻呢个，呢条友叫飞毛腿啊，着住个紫色肚兜。紫色土豆啊，飞毛腿叫飞脚，我只脚好痛啊，真系讲唔到啊，快啲翻去用个附件啦，喺附件咩啊？写咗一段香港脚确有功效，乜 料啊？关咩事啊？飞毛腿啊！I'm Batman 唉。听日都病到翻唔到，我想请埋听日假，唔系请埋，系放假。听日唔愿翻工，然之后咧，你再放多日咧，你后日又唔愿翻工，不如辞咗份工佢啦，不如翻两日烧成个礼拜放假。我老豆啊，做同一个部门38年，都请一次病假啊，真系好犀利。佢系咪啲？佢下边有冇靓啊？佢大把啦，梗大把靓啊，咁唔怪之得啦。真系左青龙右白虎啊！咁唔怪之得啦。双花红棍女、啊。双花红棍，咁你话你话佢38年净系放过一日病假啊嘛？咁嗰个病系咩病？同我一样去大陆食海鲜，然之后食物中毒。哇！玻璃肚。我都濑嘢，我记得喺石澳啊，4月啊，嗰阵系。两父子一齐北上食海鲜，系啊，同佢啲同事定朋友嗰啲，我都试过一次食，肠胃炎啊！超你食唔食都屙噶啦，唔系喎，系肚屙喎，屙烂屎喎，一日屙4次喎，唔止4次添，4次好少咋老细，但我系保持一日1至2次啊嘛，无啦啦屙4次喎，仲呕啊好似，我唔记得咗。屙埋听日嗰份咯，屙烂屎喎，水掉你啊！我记得系打边炉，同 friend 打边炉，咁我唔食肉噶嘛，咁嗰啲汤嗰煲嘢咧好多肉汁，煲下煲下啲肉汁渗晒出嚟啊嘛，跟住我已经唔饮呢啲汤，我净系食啲咩萝卜豆腐咁样，跟住食完之后翻去咧，屙肠胃炎咗4日啦，好似系啊。就是咁样咯，咁奇怪。又笑，讲亲都就笑，系啊，好笑嘛。I'm Batman。笑到咳，有屎。我今日未屙屎添啊，讲开又讲。咁一阵一路冲一路屙咯。唉，我都想，我都想。都冇食嘢屙屙鬼咩？嘿，一啲 rap 讲乜嘢个飞毛？嗰日我记得嗰次肠胃炎真系攞命。点样？由石澳肚痛翻到去深圳，深圳肚痛翻肚痛过埋关去黄江搭引导搭的士去翻屋企咯。咁你中间？
冇啊，因为咧我啊唔中意去公厕嘅，细个。而家唔怕嘅，因为就懒啦，个人即系尤其是翻学嗰啲咧，即系唔想上堂咪匿喺厕所度，懒人嘅多咩？屎尿，呢间厕所呢黐度线放嘅。火咁样唔俾噶，我肚痛啊，点啊？唔系，不过以前咧，中即系我咗中学嗰阵咧，都匿喺厕所打 PSP 嘅。点解要咁样做啊？唔想上堂咯，你走系堂太咯。懒唔想上啊？定系觉得好无聊？定系点啊？点会太难唔想上啊？对于我嚟讲，冇样嘢难。真定假啊？咁除你咗教啲嘢，咁你咪唔识咯？定自己一早识啦啲嘢？唔识噶，超！你知唔知澳洲中学嗰啲成绩咧？你唔到 Form Five、Form Six 咧，唔计嘅，唔理你嘅。咁正冇啊！人但系你认真，一路啲嘢唔识嘅话，咁你去到最后要计分，咁你点样我追？冇啊，嗰堂作假嚟嘅啫嘛，我都唔我 form five form six 都冇 tick 到作假，本身作假咪求其好好，我作假唔叻噶，由细到大都，即系唔明个用处系点解咯？知道地理咯，地哦，理咁嘅嘢咯，样啊，咁我点啊？俾你嗰啲即咩嗰啲荒真系野地理求老，生去用咯。真系地理老味。喂，咁我你播 backgrounds 俾我睇唔得咯，大佬。又话咩两个版图相撞形成山，超关 Q 事咩，大佬？啱啊！腸胃炎最辛苦係又屙又嘔，嘔埋啲黃疸水出嚟先最辛苦，成個口都係苦到死。我又冇嘔埋啲胃酸出嚟都好。咁你又作假都唔剔嘅話，咁考啲咩？用靠咩得分？靠邊一科？我靠英文得分咁勁啊！有得考英文，你英文咁勁。我惨我惨啊！我真系，即系我间细学校咧，冇咩学科我可以拣嘅。如果唔系咧，我有得即系出到去大啲嘅中学咧，你会有得拣好多科，因为有唔同老师教啊嘛。如果我系出到出去出面嗰中学拣嘅话，我谂我 final 即系。升大学试系会百几加分咯，会攞到，好容易嘅啫。如果可以比较拣嘅话，但系细学校呢，太少学科啦，所以我就拣英文，即系最低级嘅英文，唔系都唔算最低级啊，出面仲有一个最低仲低级噶，即系呢个 basic English 之后数学就系有分。unit 嘅最劲啊，四 unit，我本身攞四 unit 嘅，但系就即系读唔嚟，所以临考之前我 drop 咗 four unit、three unit，直接去呢个普通数学 two unit 嘅啫，之后再攞呢个 chemistry，即系科学，物理，physics 同埋经济 econ，我 drop 咗之前 drop 咗 business。哇！真好似 drop 咗好多咁喎。系啊，阿佬大学啲空堂又喺厕所打机度过，点解而家读 U 咁正啊？读 U 我啊冇走过堂，我去足过，真系。咁正嘅咩？个个都话打机啊，走堂点咁样。我当年会考呢。我系理科仔嚟同我一样。嘅，但系呢，首先我 drop 咗个 A math 先啦，然之后咧，我 physics 同 chem 呢都系揸枪，请枪啊！冇啊，乱咁答完够钟就可以走啊嘛，唔知最少坐半个钟定1个钟，然之后即走啊，乱咁答咯。跟住有啲 MC 题嘅，咁样，跟住直走。我咁多年最差个 MC，唔知点解，我 long shot quad log quad 都 OK，就系成日都死 MC。唔系嘛，你黑仔喎你。因为我个逻辑系唔同正常人，你唔可以话我错，
但系我系好奇怪嘅逻辑，所以系我要长问答佢解释我个论点。MC 你唔俾噶嘛，系嗰个答案就系嗰个答案噶嘛。啊嘛，即系你入唔到佢嗰套路咯，佢要你嗰个思考。唔系嘅，唔系我可以入到佢套路，但系我诶，你可以话我系比较蒙塞啊嗰啲咯，即系我最咁样谂，你唔可以话我错。你放唔到自己嘅坚持原则，咪得唔到佢个分数咯，就系咁样嘛。阿 Lu 可以走堂走到一个 sem fail 三科，但系可以冇言笔，咁劲，咪点 话？做到啊？即系我想知点样做到。我点解打咁耐就同紧嗰条友讲嘢？有问题咯，refresh 咯，我系其实喐紧嘅，救命啊！哦，可能我真系谷花太耐，sorry。我都谷花咗太耐，我自己睇自己。等下先，诶，冇事啊，我 refresh 咗，黐线。common 笑啊，讲乜鬼嘢啊？你问阿 QQ 啊，大家都系 account 仔，可能佢知咧。但系我呢个系 business 喎，唔系即系 business law，冇嘢你要啦。corporate law now provides the power of 佢临尾两个成系咁增收，咩叫增收？我谂即系本身有两个 Sam 嘅，譬如咁有可以叫有第三个 Sam 嘅，就系当我放大假，即系我11月翻香港。二月先返澳洲噶嘛，嗰段时间呢，佢剔第三个 Sam 喺嗰度追返，咁就可以冇言笔啦。我估系咁样。即系林家抱佛脚啦，我知了。叫保飞我一个。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最经典就系、是、我中文系全班最低分嘅，试过有一次咧嗰、那个八婆 Miss 好乸串，好高兴啊！今次我哋全班咧考试唔系呢个测验测得好好啊，全部都合格啊！我哋除咗一位同学啊，朱一你出嚟扑街，落我面或者全班面前叫我出嚟啊，食屎啊，臭八婆！点解咁似陈浩南叫人只抽嗰段嘅？出嚟啊！系咩？抽啊！抽啊！系抽咩？我！我冇你睇抽啊！我，我抽你！唔搞错啊！我冇司睇机啊！成光噶啦都，但系嗰成日讲啊，我自己知系好乸憎呢巴个闭！Miss 臭八婆。我好多 miss 我好憎嘅，你可以点啫？俾人食，我冇办差几法。多差唔合格，证明系佢嘅教书方法有问题啊！我觉得系啊。我小学呢，我中文都好差，即系我其他科90几呢，我中文都系60几，最多70、80啫嘛，系都系嘛？80好少啊，通常都六十头60尾咁样我最高分都系60分哦，OK。但我作文高分啦，系咁吹水啦。我唔知喎，即系我觉得。哇，好丑样啊！Sorry，照咗块镜，食屎啊你！呢、這个美月啊，人哋 E 一科通常都系读少，等我停咗佢先。读少科。我之前佢每个 sem 要读7科，大学都要读咁多科，我以为呢三四科到嘅，唔系计学分嗰啲嘅咩？有咩惨乜个全校集会俾人叫出嚟话停课一日，全校有乜所谓啫？你企喺个讲台度，边个睇到你个样啊？但我系全班，你面对住呢三四十个人。然之后咧，我好争气，到会考嗰阵时，我自己贴题，我自己贴题咧贴咗80%系中咗啊！跟住吹水作文，跟住就可以好似攞到个 doc 翻嚟，跟住嗰啲精英咧就喺度喊，唔知做乜鬼嘢。佢
我死读烂读都系得个 C，点解佢唔使点读都录有个 D 嘅，跟住喺度喊啊，白痴啊，心喺度阴阴嘴笑，爽歪歪，抵啊，抵死啊！呢啲擦，呢啲拍成日拍马屁擦鞋精，够恶劲 C 啊 C 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道啊？呢段片系边个啊？嗰个男人讲嘢讲普通话好屎嗰个咯，唔系啊，高海玲啊。是吗？那个广告马会广告来的，他无啦啦呢打开我心口说 C 啊，你心口有没有 C 啊，这样看看先。我以为你那个说什么，这个 C 不理我嘛。啊不是。啊你上网上得少啊，他止不止 C 啊， D 都有啦。真好丑样，条丑八婆。还样衰过梅小慧，屌。你知乜嘢 ？share 咗啦，你就系 fail 咗三科，唔够学分，要追翻啲学分。哇，点解同头先呢条女一样样嘅？听唔到添。不过。睇真啲。点解佢要拍呢条片嘅？广告嚟啊嘛 ，C 啊，得啦，唔想睇啊，同呢条女一模一样样，大家睇真啲，真系好似样。唔知咧，我个 mon 定咗，点解又定咗啊？是但啦，冇转冇足菊花转咪算好咯。唉，算啦，由佢啊。系咯，你放弃咗我啦。我都冇办法，我又唔系 IT 仔。搞IT 仔，我问我成日请教 IT 仔点样搞佢都，佢都一镬泡咁滞啦。IT 仔唔识做面度。之前咪有另一条咯，系咩？边讲紧乜嘢嗰单事啊？呢条臭八婆美月想点？在審視我全身的裝備，已經知道我是新選組的人，看到他的樣子不想聽他說話。接著我記得還有一個同學，他又是死讀爛讀，跟我一樣的分數，接著他又哭，都不知道他哭什麼東西，白痴！但系佢最后而家做咗幼稚园老师啊！吓，系啊，系咪好羡慕啊？呢个职业都系啊，都几稳定咯，叫做幼稚园老师、哦，一定好有爱心啦，一定系好好开朗活泼啦，一定系咁样谂。系啊，佢系好开朗活泼嘅。但是怎樣啊？你好像欲言欲止那樣。唉，算了，說吧。你本身都想說的啦，都。沒什麼了。但是，應該怎樣說？我要組織一下先。為什麼這個男人蒙住眼，就是合埋了的？圓秋。他是蜜來的嘛。秋圓，但是他很瘦。這個秋圓。斬死你，等我斬了他先。賣風空院條女有拍過這條片。边个？封空片？哦，嗰、那个唔知咩港女男数臭男朋友好似叫。边个冇睇喎？斩啊！斩啊！斩！斩啊！因为嗰个幼稚园老师同学咧，我觉得佢系好适合做野捻。点解咧？谂嘢极之。有阵时系极之正面啊，乐观啊，太天真了。哦，即系有任何有任何呢、這个叫做咩啊？人生嘅起伏都系觉得系神嘅 challenge。系啊，但我记得佢唔系耶捻嚟嘅。咁系咩啊？假耶捻。谂嘢好似耶捻啊！喂，点解系咁挡啊？黐线！
斩死你白痴！咦，占士翻嚟咗，IT 仔占士喎。但系你等一等先去个厕所先，稍等一阵啊。翻来了，Hello，亲爱嘅 Aaron，Hello，亲爱嘅朱茵。多谢。佢 哋笑我有肚腩。I am fat man. 唔系狗啊，系 I'm fat man 咁样啊。唉，小包嘴啊！之前睇 James 好似唔系好肥咁样，其实佢唔系肥啊，可能啲鬼鼠肉睇唔到啩？咩？因为我肚腩撑到件 shirt 想爆楼，有肚腩先好，系佢哋唔识嘢。通常讲得呢一句都系有肚腩嗰啲人先至会咁样讲。Real men have shape. 全人都恥笑。Real men have curve. 我冇恥笑你啊！哇，咁样都唔叫恥笑，点样先叫恥笑啊？我系笑 I'm fat man 呢句啊！梗系唔系啦，你笑我先讲呢句啊嘛，咁扮嘢，你唔算插翻 replay 啊？我后屘有补镬噶，我话詹士唔系肥啊，睇唔到有佢有肚腩。我 lead 你系咁样，你先讲呀，大佬。啊，系多谢你啊，唔该晒，唔该晒啦。嗰日出嚟碌拎，我真系见唔到有肚腩，唔觉有。一得美月站，我哋行啊，真系绝配啊！呢对天造地设，蒙猪眼加丑八怪，着草佢哋。哇！俾人片死咗，好血腥啊！呢一段，你嗌又嗌乜嘢？你又嗌乜嘢啊？好在，边个瘦咧？边个有资格讲自己瘦咧？就 Kodansha 啦，即劲瘦，激瘦，有边个？咪达果咯。哇！搭佢嗰啲瘦到皮包骨啦，系啊，同佢搭苏个人一样咯，真系好瘦。C K 都瘦啊，仲有边个啊？仲有边个为之瘦？冇啊，好似真系冇啊。边度肥啊？睇过，饮晒成场。完晒成场饮，
佢哋除咗喺 WhatsApp group 度恭喜新人之外，佢哋有个姊妹话无啦啦谂起我件衫想爆楼，变形合衣，韦尔上占士，韦尔上，你想点睇？咩点？哦，我觉得高凌好似蠢蠢欲动，又想讲啲肉你麻想嘢。话佢蠢之余蠢，嗰个蠢蠢，因为你话你次次去东京其实就两次，咁蠢蠢欲动应该系话佢好蠢啊，咁解啊？冇呢咁嘅意思，蠢蠢欲动系一个四字词语嚟嘅，你唔可以分解拆开两个蠢。咁你次次都系为之两次啫，咁我都系咁样解啫嘛，个逻辑系咪先？我觉得咧，佢死我讲咩？我唔记得咗添。系啊，佢蠢蠢欲动咧，又想讲埋啲肉麻嘢。我啱啱头先睇翻个 replay 咧，就系话有一句高凌讲咩话？唔系，柯南时候话佢食屎仔，跟住你记唔记得高凌去答乜嘢？咩啊？你屙俾我食啊？唔系，高凌答话。我系你的食屎仔，OK。即刻起鸡皮 我唔系讲你坏话，我而家讲出事实嘅真相，点为之坏话？增唔到肥啊，大佬食紧宵夜，哇喺度晒命啊！觉得成好衰啊，晒命，讲呢啲难听过粗口，我冇乜嘢啦，觉得。不如俾我斩佢啦！斩边个？斩美元？斩个单杀 你惨，斩咯，跟住高领即刻弹出嚟，你斩我啦！你斩我先啦！你斩我单手，你斩我我先，追啊！啱啊！你斩我先啦！自己都笑，我系你嘅食屎仔喎，大佬真系骨痹啊！一巴掌煎埋佢，今日都做咗半个钟运动先食包零食，边有啊？我咧朋友咩做过咩运动？唔使就你咪点好解？断，点解听你讲嘢咁似 Alan 呢？系咪有句呜咁啊？仲呢要一打句个三个点点点啊？都唔及你似啊！我唔似唔似，诶，谦呢啲谦虚啲好嘅，呢啲就真系。吓话，真系吓话，冇咩好骄傲，冇咩好值得表扬。吓话，哇！死校婆对住我发姣，姣斯顿督扭身扭势。你以前读书嗰阵有啲咩校婆噶？你读男全女校校都系啊？校婆。啊系啊，你读女校啊？啱啊！你女都好校似斩佢就斩佢，我先唔会你几衰啊！高凌即刻反面唔认人，真冲凉，命就得一条，我先唔会慢慢跑去死。咁佢个名先都系得一条嘅啫。啱啊，校破啊！我记得有一个咩嘢，我记得有一单嘢，就系个 PE 阿 Sir 同一个女同学搞埋一齐咯。你做乜嘢？咩料啊？今天我，等紧你讲下我甜夜里妹落啊，雪飘过，系咩啊？等紧你讲甜妹啊，甜果啊，冇啊，咁嗰个女仔呢，都稍微有几分知识嘅，但系又唔系啲咩校花，啊，咁咁我，我都系知识分子嚟嘅。系嘛？跟住我记得佢系高 form 过我嘅。嗰阵时我仲系一嚿番薯啊，人哋听我咪唔系人哋听黐线，人哋讲我咪听咯。咁啊，话说咁呢个有几分知识嘅师姐，都会识得打扮下、点挛下头啊，点点点咁样。咁呢个可惜我哋全校呢啲阿 Sir 都系老 at 嘅，就叫做呢个阿 Sir 呢，系叫做。后生少少，其实都卅几。
叫做识系 P 阿 Sir 咁样，唔知点解又可以两个搭上咗嘅。哦，经典嘅成人情节咧，即系。系，但系个阿 Sir 绝对唔靓仔咯，我觉得佢真系成个阿叔咁样咯，叫做 gel 下头，戴下眼镜咁样，唔知想点咁样，绝对唔系啲咩靓仔啊。跟住好啦，事情咧终于都传到去一个校长嘅耳边啊，最后个阿 Sir 就俾人炒咗啦。哦，系啦，哇！唔报警咪算偷笑咯。跟住个女个师姐都好似唔知转校，件事不了了之，咁样样。系咪好羡慕呢？阿 Sir 搭上女学生，女子唉，高中生，我想做阿 Sir 而家系。仲要做女校阿 Sir，哎呀，我已经拣定咗边一间女校添噶啦。校啊，我哋以前中学咧，成班男仔有协议吓。啊，去协恩嗰度做老师，做唔到老师都要做校工。校工都杀，协恩呢个中学，喂，做校工可以入女厕噶嘛，大佬。唔系通常揾翻啲女校工嘅咩？唔得，协恩真系好正呢嚟嘅，其实。协恩喺边度？我未听过。唔知啊，总之我有个表姑姐过出嚟嘅。表姑姐，唔系我表姑姐，不过而家40张啊。40张，佢个样似叶童，好似叶童啊。叶童，哦。我知边个，佢老公成日出轨啊！哇，我唔知喎。哦，咁唔知有佢啦。学生妹同份工，你会拣边样？而家唔系有得拣啊，系你已经俾人知道咗你啲咁嘅东窗事发啦。哇，咁样衰嘅条友！而家 你老细校长下令你辞职啊，唔梗俾系你拣准。份工啦，大佬！而家冇你得去你女，拣啊！你做得女校，成校都系学生妹啊嘛？点会为一个吓一即系为咗一棵树放成个森林嘅啫？系咪先？哇，上咪戆居咯，喺度食，喺度屙，白痴！咪系咯？咁你认为佢应该点呢？梗系去，就算食啊，食喺同区嗰度啊，都拣第二间学校啦，戆居居，系咯。因为傻喺度食仔，喺度屙嘅啫，蠢，就咁咯，全校都知啦。我谂咧，嗰一区啊，南区佢都唔使旨意再 做翻喺南区啊，去北区揾工啦，揾学校啦，搞呢啲，仲有啲咩校婆啊？我都唔知嗰个师姐算唔算校婆，都唔知边个勾引边个，食家住人黐线，我冇食过佢咯。系我以前间中学啲女仔唔得啊，靓女绝世种唔使咁讲，你咪专系俾猪扒毒最靓都系我个 form，吓咁最靓惨，有几质靓？素平均几好吓，系有啲嘅 MK 少少，吓系男人头少少，但系个样又几好嘅，即系平均嚟讲啊。吓！然后啊，而家嗰啲真系发育不良啊！呢一代，发育不良。唔系啊，唔系个身材，个样都发育不良，明白？咁咪童颜咯，嗯？童颜咯，咁咪几好啊！唔系裂晒啊！裂总之就，晒，即系营养唉、哎，不我良咯。即系四方果四咯，好多方都。果，咩 叫四方果？块面四方啊！系啊嘛，成个似 Superman 个下巴咁样，即系国字面喎，四方果，咦？乜嘢四方国字面？四方果，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四方果嚟形容，你所系以特别，我自从我方毕咗业之后咧，我都冇翻我以前嗰间中学。我都不冇过份，我不过讲真，我对我香港间中学系冇归属感噶啦，已经我都丧，系。即成日丧失晒，我可以话用丧失呢个字，太过冇人情味啊！你觉得你自己冇情味，定系呢间中学冇人情味啲人？梗系呢间中学啦，咁嘅咩？通常唔系哇！懒你系讲团到结我好咁似咩？冇人情味咁样，我系讲到我。问下嘅 我啊冇乜人性嘅，我即系对于间中学冇乜好感。
我犀利咯！我入去呢间，我考入呢间中学之前，曾经试过系香港头20啦，吓！即系头十尾啊，18、20、20几度噶啦，而家跌出100好似，咁惨，好犀利真系。有咩唔好啊？呢间学校？换咗校长，佢啊咩都讲成绩，但系资源又唔俾足啊，同埋人手短缺啊，可以话即系咧有即系个一叫个 B，老师对100个学生。唔系有个叫baby boom 嘅嘢嘅，即系喺战乱时代咧和平嗰阵咧，就系嗰个人口增长系好高嘅，即系变相。上年，我、哦、sorry，前两年呢，系有一大扎嘅四方心，五廿零岁嘅老师呢，就一齐就退休啦，吓，所以呢，就青黄不接啊，喺教育里边啊，所以形成咗呢个咁嘅现象，就系、成个嗰、那个 culture 都转变晒。哦，总之我好唔中意个校长啊，唉，我哋成班都好唔好憎个校长，唔知点佢同解。我觉得，即系我喺中学，我间中学唔系太出名嘅，即系读书又唔系特别叻，又冇攞过奖吓，冇咩冇名气咁滞嘅，冇人识我嘅。咁我记得我有一次同我另一个朋友啊，咁佢系考全级第三，佢小学嗰阵好出名噶，即系。佢小学同中学咧楞埋噶嘛，同一间机构噶嘛，即系分小学、中学噶嘛。校长识佢啦，个校长同佢讲嘢，望住佢，我讲嘢又唔会望住我，我觉得真系咁样啊！我仲记得我有个小学同学，即系然后就上埋同一间中学啦。我哋佢个人品咧就即系喺上大学之前，佢人品其实真系好好嘅。即系直情无可挑剔啊！唯一个缺点就系成绩麻麻地。咁佢系做风纪嘅，佢呢其实系呢、这个风纪队长人选嚟嘅。但最多尾嗰次冇做到，因为嗰个校长觉得佢成绩唔好，做风纪同真成系绩有咩惨，关系啊？冇噶，家下我又觉唔系得叫你唔系补啊，习。我觉得校长又想树立个榜样，即系话。话俾大家听，即系成绩好啲，你咪做咯咁样啫。咁咪唔得咯。即系好似奖励咗啲成绩唔好嘅学生咁咪引致嗰啲学生唔好学咁样啊。我觉得佢嘅思维就系、咁样只会惹来反感。好大。有几多个真系学生成绩系好嘅？唔系啊，越嚟越渣。佢收生啊，好鬼差噶。我都唔知点解我考得入去，即系收翻我再读精英班，我搞错，好似我系咁嘅人啊。今日我好自豪啊！你真系，我入到精英班啊！系啊，我入到精英班已经知道你嘅收生嗰个规则已经系低个噶标准啦，门槛好低。门槛低啊，真系，唉，而家仲犀利，越嚟越低，有个弱智入咗嚟。我嗰间嗱，OK，我讲一讲我嗰间中学先。我间中学呢，即系唔系全，但系以前啦，喺 Benman 头嘅，即系我嗰阵。OK，Benman 头啊，即咁系龙头大佬嗰啲嚟咯。以前啦，而家跌咗啊！而家 Benman 未 Ben Two 头已经。咁啊，咁理应呢，即系我唔系歧视弱智嗰啲人士。咁佢想呢、這个。踏入呢个正常嘅社会吓，即系同正常嘅人睇齐冇问题，但系唔应该系喺呢个 Benman 头嘅中学嗰个入面咯。你认即系真你，讲佢真系智商有问题定点啊？我问过我朋友，因为我唔识佢嘅，我问过K 粒 K，即系佢上我个台做嘉宾咁样噶啦。佢嚟我屋企，佢同我讲嘅就系、是，佢系咪真系傻噶？系咪真系低能嘅先？佢话真系嘅呢个。真唔系系讲智笑，即商系低嘅，有啲呢，有啲学生呢，表面上好似智商低，但读书好劲。呢啲系有啲资优啊，或者系以前系嗰啲叫做，你知嗰啲咩人噶啦，即系好知劲啊，嘅，但表面上睇唔出嘅。
即係佢有一方面讀書好咧，但係其他方面就好低能嘅。大智若愚，即係未必讀書叻啦，有個讀書就好叻。或者即係好似有啲人有自閉症，但係讀書或者某一方面係天才咁樣嘅。冇錯啦，啊，咁呢啲咧我就唔係話弱智嘅，咁呢啲 OK 啊。嗰、那個佢話真係弱智，USB 唔識插。去廁所咧，尿兜咧成條褲除咗落嚟，嚇！咁先去到嘅。咁佢真係可能真係嗰啲自閉嗰啲啊？唔係，佢同我講係真係弱智嘅喎。點解佢入到嚟咧？靠關係。我間學校咧，嗰間中學最差就係靠關係呢樣嘢。好多我因為靠關係先入到嚟，所以搞到質素低曬。哇！好貪錢啊！不是貪錢，就是所謂的識人好過識字。不過我覺得呢，即我這間是不是私校的，識人一定跟錢有關的。錯了，他即我覺得真的跟錢有關的。黐孖筋低 B 都可以進去讀，那你會不會覺得有一刻覺得自己和讀一些特殊學校有沒有分別呢？我不知道，我走很多年，最近才有的這件事，好像現在到 Form 1和 Form 2，即是我不是介意一個弱智人士向這個普通人看齊，讀正常學校沒問題，但是可能 是 Band 2中咯，讀那些就 OK 咯，但是我是 Band 1頭的，我大佬，不適合啊，說真的。唔系咧，每一间学校、每一个科、每一个班都会有呢啲人嘅。唔系呢啲人嘅问题，系学校嘅问题。我唔介意学生嘅。即系咧，而家香港有个教育嘅问题咧，就系、是、尽量唔好俾呢个学生标签化，唔好分优劣。咁啊大镬，因为咧呢、這个社会咧。就是要你分優劣的了，是不是？所謂的什麼精英班已經是啦，不是以前，不是有好有不好的。現在還有沒有什麼精英班？有精英班，我覺得有好有不好的，但是那個不好處就是，即是以前 Band 1 to Band 5，有五個 Band 的嘛，現在縮了三個 Band。 是啊，那個質素呢就沒有分得那麼開，所以就有少少參差啊！呢、這個就咁啊，個分嘢問題咯。係啊，我明啊。以前我覺得係 band one 尾 ，band two 頭，入到去讀不知幾開心。開心得啦，但係最後都同你一樣冇乜歸屬感咯、啊。唔知點解嗰啲人好威㗎，佢仲要係夜撚學校咧，更加反感。哦，我中學。我香港的中學就冇宗教嘅，呢樣係最好，呢樣係最好噶啦。夜撚學校最黑人憎係乜嘢呢？就係、是、咧天時暑月熱咧，你開早會嗰啲咧，你要喺嗰度曬住太陽喺度念經咯，黐孖筋，唱曬神首歌先至可以走得咯、啊。有陣時咧念完英文版又念中文版啊。咩God咩 Father 咩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咩 of the Son 咩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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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哦，呢個天主教喎，呢個就係。係啊，勁黑人憎，個個曬到只狗咁樣，好討厭。係啊，扮暈低咪算數咯。都有一兩次真係有人暈低嘅，冇啊，繼續念，理得你啊佢。你扮暈之後入去唞書算數啦。冇咁樣，嗰陣時成嚿番薯咁樣噶嘛，雖然係好嬲啊，但係。冇啊，都喺度死頂啊，曬到乜咁樣？啊，我記得我未講完，係好憎個中文科 miss。啊，唔係我講完啦，冇嘢啦，我講咗啦，我就覺得好威啊自己。完。我咧，我成日都覺得我間學校嗰啲咧就唔知點解好睇唔起我咁樣，我覺得。點解咧？啊，佢喺人哋角度嚟講，可能。冇咩嘢，但系我个唔知点解我感觉到咁样，可能个落差太大啦。我小学嚟讲，即系个老师啊、校长识我噶啦，即系我小学咧系我小二入去嗰年咧先至起好噶嘛，先落成，即系我
唔係第一屆畢業，但係我第一屆學生嚟嘅，啊，即係話我喺嗰啲開山祖師啊，可以話係。咁有幾個獎係我參加我攞嘅嘛。咁去到即係小學嗰陣咧，老師咧就睇得起我，就好多俾好多機會我去發揮啊、表演啊，如此類推。即係連我最嬲尾畢業典禮嗰個話劇咧，都係我做男主角嘅。哇，啊，但系係咩咧，劇啊？我想知。勵別劇咯，即係講講翻嗰你係啲咪做小學白嘅馬生活王子？啊。唔係，我做嗰個咧，類似花輪同學咁嘅嘢嚟嘅，要高戴富假帥髮喎，高富帥喎，花輪同學，Oh baby。係啊，咁但係去到中學咧，大學啦，冇人識我，冇人知道之前係咩，我而家變翻個普通人，咁樣可能呢個落差就覺得我真係冇受到重視咯嚇，我至多有個。有一次班制話劇，我都係參與一個 Kelly Fair，係做一個二姑丈嘅角色咧，就得一句對白扮乸型嘅啫，咁啊冇二姑丈仲要系乸型，啦。唉，乸型都係我先加落去嘅，大佬。点解二姑丈要系乸型？乸型我又可以唔做係到二姑丈。我加上去嘅，咁要俾個特色噶嘛。你咁竟然又会做幕前？我以为你系做幕后嗰啲。我以前幕前嘅，我以前幕前嘅，我咩都玩过晒咁滞嘅，除咗配乐之外，哇！灯光、声效嗰啲你都做晒。灯光冇嘅，我大学都系有嗰啲拍片做 project 嗰啲啊，演员啦、导演啦、编剧啦、剪接啦，全部我做晒嘅，啊。そうですね。所以我成日咧都同自己講咧，如果有一日我成功我發圍咧，我啊真係興奮啊！同 Abby 埋乜嘢就女都玩过晒，你点睇？我都想啊，如果我唔使 A 零啊，大佬。乜 嘢女都玩过晒。其实我都有啲兴趣对电影业，不过完全系冇一个概念，不知如何入手。你想点样啊？冇啊，我想参与任何一 part 咯，除咗系鸭除王，鸭王三有冇兴趣啊？我做乜嘢啊？我做嗰啲三四线嗰啲系嘛？我俾你做嫖客咯。我做嫖客都 OK 啊，嗰啲好饿咗好耐，饥渴难耐啲中女 OL 系嘛？你中意啦，都唔成事噶啦，讲咁多都冇。我譬如灯光又好啊，美术啊，服饰化妆，任何我都想做，除咗编剧。我就幕前我拣唔落手咯，幕前幕后我都做到嘅。好啊，百搭啊我你，白搭，呃啦，你睇翻我小学啲成绩先啦，大佬啊！关成绩咩事啫？我唔系啊，小学即系嗰啲嘅获奖嗰啲啊，同埋活动，我喂，MC 我都做过，我特小我学动作好遥远咯，已经。我小学我动作替身我都做过，有死唔死啊？小学可以做咩替身啊？打个关斗。系啊，啱啊，就系打关斗。我以前体操队啊，咁 遥远嘅事，对于你小讲学遥，太遥远啦。对于你讲咯，可能你都起码10年啦，十几年啦，长毛 CK 头先冇嚟睇我台，嬲鸠。唔系佢嚟咗台，你嚟咗呢个台，你就唔使开4个钟啦，系咪先？CK 边有咁快出现啊？佢一出现，你咪要收台，啱唔啱啊？系啊，我今好事嚟嘅，好事我嚟今次要打破佢呢个嘅嘅，诅宿咒，命，我冇咁快收台，我咳死我照开，我你破你。我谂谂先，我小学好似除咗 dancer 之外，冇咩未做过，真系。咦，我中学有做 dancer，哈。
做 dancer 跳咩霹不雳过舞冇冇冇，不过都系 Christmas party 嗰啲嚟嘅啫。？Christmas party 可以跳乜嘢？系啊系好白啊痴，系好啊白系痴，好白痴啊！其实唔计叫跳舞，系做动作咁样啫嘛。其实又要抄啲个咩 High School Musical 啲动作，可以好简单嘅啫。有啲系咩？系咪即系话剧、音乐剧嗰啲啊？Christmas party 我真系唔知道 Christmas party 可以搞啲咩。以前净系搞啲咩湿鸠联欢会嘅啫嘛，每人带一款嘢食翻去白痴。唔系噶，唔系噶，联欢会就啊唔系联欢会之前咧，就大家坐晒礼堂，咁啊每一班咧就唱一首圣诞歌，之后其他自选噶啦。咁啊，通常都系流行曲啊嗰啲咯，周杰伦啊、陈奕迅啊嗰啲，就整个串烧 melody 素食，唱啦。哎呀，咁错真添。我素惨食。啊！如果我攞好似有2次攞第三名啊咁样，好。可惜咧，又唔系我打色，啲歌又唔系我拣，舞又唔系我排。赢咗都唔当我自己嘅，唉！团体呢啲嘢系咁样噶啦，我唔中意团体嘢。我唔中意团体嘢，一系咧就嗰样嘢我好唔擅长，咁样团体我又冇所谓啊。系啊，我冇系咯，我中意挨，我都想依赖人噶嘛，明白？我女人心态系咪？女人心态，而家又变翻做女人啦。系啊。你无啦啦吓乜嘢？女人啊，唉，咩料啊？小学嗰时好似真系咁，我都上台做动作。我记得我唯一上台就系 BA 通手刀啊，但系好戆居。咁啊，譬如表演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手刀啦，人人都劈左手，我走去劈右手。当我发现我劈错手嘅时候，我又转翻去左手。跟住又发觉，咦唔系喎，人哋而家开始劈翻右手喎，跟住我又劈翻右手，但系人哋都未开始，结果我就做一个动作重复咗3次，跟住即刻引来全场嘅耻笑。我都试过，幼稚园嗰阵咧，我要参加一个即系以个所谓嘅师兄啦嘅幼稚园呢个毕业典礼咧，我啊去。嗰、那个做表演嘅，都一个团体嚟嘅，咁我先大镬。我系玩啲功夫嗰啲咧，武术啊嘛，就但系有剪都好细埃嘅。咁主要咧有动作咧，就系、是、嗱、播紧呢个男儿当自强啦，即系星红嘅光啊光咧，就要单脚企动金鸡独立咁样嘅，全场所有人都系好平衡。唯独是我攞咁多平衡，系咁跌，系咁跌，唔知点解。我练过，我记得我冲凉嗰阵咧，直情喺个浴缸嗰度企喺度啊！即系我觉得，咦，我浴缸都冲金鸡独立，我到时冇死啊！但可能因为咧，我浴缸咧赤脚啊嘛，去到个舞台、那个礼堂咧要着功夫鞋啊嘛，咁可能嗰度就冇个平衡啦，啊，冇办法，净得我喺度。但系。应该平时有做开呢啲噶功夫嗰啲，我冇噶，即系点啊？临时拍膊头，唔系我唔知咩嗰次会拣呢啲幼稚园，即系唔可以话功夫啊武术啦，嗱基本上都系介急金嘅独立嘅啫嘛，吓系嘅咩？好唔系当一个舞蹈咁样啦，你当系舞狮咁样咯。基本上不是一个不是叫你伸拳啊踢脚那些啊，它是从礼堂两侧在那有个 pattern 这样行，然之后一字排开之后金鸡独立的，真的好像是。竟然。我觉得那阵是大概1999定是2000年。那阵时。十几年前啊，哎，想当初。想当年你都有当年哦。你都是今日咯。我小学着女装表演话剧 ，F K， 点解要引起呢个话题？好笑啊，因为冇咩所谓嘅。不过我由细到大，喂，我由细表演到大，其实不过唔知点解越大越内敛，越大越怕丑咁解。
咪咯，样都唔够胆 show 出嚟喎、啊、你，唔知点解真咁 sexy 着女装表演呢啲嘢湿碎啦，其实。其实我好中意睇男人扮女人啫，好好笑。我觉得呢啲低级最美喎，越低级咪越好笑。哦，咁你睇多啲王晶嗰啲咯。唔系，我中意睇王祖蓝，好好笑啊！扮哦，咁佢扮就扮得似嘅。扮咩悭啲啦 ，baby。笑鬼死！我想讲咩啊？唔记得咗添。嗰个台词啊嘛。唔系，我想讲啲咩？我真系唔记得咗。唉，算有佢。I'm Batman。想点啊？我咳到冇气啊 ！I'm Batman 唉，真系冇气啦，大佬。点啊 ，Batman？ 我仲记得嗰次出嚟。我司司機係 Batman fans 嚟噶嘛，我喺佢面前 Batman， 跟住佢用啲咧好鄙視我嘅眼神望住我，俾我鄙視啦，大佬。跟住佢話冇啊，佢話冇任何表情啊，佢話冇所謂，我唔信啦、啊。佢真係好鄙視嗰啲眼神，佢睇我唔起咁樣。詹姆士话：我小学翻学嗰阵，俾马路石波咩啊，棘亲扑咗落地，四面俾。之后话叫我唔使翻学，翻屋企。吓，乜得嘅咩？哎呀，如果我知道咁样，日日扑俾你都得，日日见红都得，为咗唔翻学。个好笑嘅地方系成面鼻血先换嚟一日病假。我中学嗰阵时啊，唔系我小学同中学咧，日日流鼻血嘅喎，唔知点解？点解我冇得翻屋企啊？好少流鼻血嘅，大个咗先至，可能肾虚啊，肾亏啊。关事嘅咩？唔系啊，应该唔止嘅。嗰阵时我系鼻膜薄，跟住天气又干燥，我成日咧可能咧打个黑黐都会流鼻血咯。我系成日撩穿个鼻。有阵时我都会啊，撩穿个鼻。我系成。九成都系撩穿个鼻啊，坏习惯呢啲就系、是。你太大力咯，你大力撩啊，梗系穿啦。破咗。C K 睇美国立场 ，C K 话好似唔会入戏院睇。搞错啊！我觉得 Civil War 好睇过 Batman 同 Superman 咯。一定会好睇，太闷啦嗰套，我瞓着我真系。系啊。真系太。好耐冇试过流鼻血，要流鼻血好容易嘅啫嘛，好容易啫嘛。我听日睇下 download 到我个咩 Dead or Alive 咯，咩、啊、有试玩版嗰啲，玩住先咯。好、哦，我买啊。又唔见你买 Rainbow Six 喎？买啊，嘿。系嘛？买啊！好耶，一齐开波咯！我见到而家仲有人玩 Rainbow Six， 不过我谂咯，就系收皮啦。嗯，未必嘅。我中意佢够简单，唔使烦太多嘢。Rainbow Six 叫简单唔系啊嘛？唔系佢个流程佢好简单嘅啫。吓？即系佢冇好似全景咁多嘢，又故事模式，又一起拯救纽约，又乜？我觉得你谂得太简单，所以唔系成日赢到咯。系咪咁样？基本上你唔係同 friend 一齊連機打唔好玩嘅，佢得十關啫嘛。跟住你之後一路同 friend 連機打。係咯，我講緊就係、是online 咯 ，multiplayer 咯。啊、你要戰術啊嗰啲咁樣噶嘛，又包抄又要破門啦、啊，又成。我意思唔係講佢難易度，我意思係佢成個點樣講？結結構玩法。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難玩 Call of Duty 真係，Call of Duty 點樣啫？咪開槍咯。但係Rainbow Six 係要講呢個隊形啊、戰術嗰啲啦，我覺得複雜少少。咁係嘅，咁睇你遇可能你唔志在呢啲咯，嚇。Maybe
我自从嗰次之后冇流过鼻血，点撞都冇。有用我就留咗啦，又唔买上次问 Edwin 嗰只，即系边只？可能 dead or alive 啊，唔系，哦，无伤啊，可能系。无伤，咁唔知啊。占士，你试下攞支针吉下个鼻窿，怼 到嘴入，你睇下流唔流鼻血。你唔系，你试下搵个石博棍咯，刺他流唔流鼻血系咪咯？啊？唔流血嘅话，我哋帮你啊！搵翻去翻你小学嗰个石博桶嗰个石博棍睇下系得唔咁得冚，啊？系咁冚，啊！系咁冚个鼻落地下，颜面激。冚 爆面，好惨。哇！死咗，咩料？下贱，喂！残人问啊，系咪唱 K 啊，大佬？不了了之，冇人唱 K，不如改下次玩第二样嘢啊！哦，佢想我玩呢个 Resident Evil 啊，包黑实啊！Resident Evil，哇，我觉得包黑实仲难玩。系咪大哥玩嗰只啊？系啊，佢玩过啦，一唔只系。眼嗰只啊嘛，我都有玩。嗰个好，唔系嗰个经典嘅嗰个系，起晒格仔噶嘛，PS 噶嘛。我 PS，定 PS Two 啊，唔记得咗。哦咁嗰个我冇啊，我玩一个系咩系？等 我睇翻先。唔系啊，咁样我玩咗嗰只咩啊？上次 PM App 话冇 DLC 嗰只，咪 Resident Evil 咯吓，又唔知要等佢，等佢讲翻先。我一喂，拣边个好我开台咁耐，仲未完成到一只 game，大佬，你？你俾我快快速速玩埋嗰个咩 Far Cry 完咗先，你每顶只唔顺，game 都系烂尾，好闷完唔到。啊！好闷啊！Far Cry 真系恰着咁滞啦，唉，好彩冇买，我真系尽量冲主线嘅啫，好彩冇买啫。服到加人一啊！真系，咦，话乌出现喎？几时开台？你问边个啊？佢系问我啦，你而家开紧啊佢 咪？可能问我由几时开始开台呢？哼，我而家拣边个好咧？拣猫啊，定系狗啊，定系拣海豚？梗系黄色老鼠啦，冇 啊，冇黄色老鼠啊！又讲黄色老鼠，屌！点解我嗰阵时会讲到黄色老鼠系你讲啊。啊？系 我讲啊！我唔识玩啊，跟住呢，我净系睇到嗰只嘢嘅背面，我睇唔到正面啊嘛。跟住我就话我俾只黄色老鼠打死咗。你讲 Pokemon 啊？系 比加超咁都唔识搞，跟住佢哋笑到趴喺度，黄色老鼠，顶！咁我今次拣只狗啦，顶！只狗乸。旧版巴友，我唔识控制 bio 啊，阴公，由细到大都唔识。我同佢讲过嘅，我小一呢，有个同学佢中意玩呢啲打丧尸啊嗰啲 game 嘅，咁佢又冇 PS2，咁当年我有啊嘛，咁佢就成日嚟我屋企度玩呢个 Biohazard 嘅，咁我就佢就系蝙蝠侠啊，He is Batman 啊，我就系罗宾咯，即系佢又负责揸呢个 controller 打怪嗰啲。解谜呢就系、是、我负责，即系我指点点话，不如试下咁样啦，行嗰栋门啦，嗱嗰度咪有攞锁匙咯，咁样嘅，咁样我哋就合作就爆机咁样咯。但系我就因为唔系我揸个 controller 个 remote control 噶嘛，所以我一直都唔识控制，好烦嘅。以前 Biohazard 咧，唔知揿 R 一呢，
就舉槍，然後咧就用呢個 R3 嗰個蘑菇咧就瞄嘅，好難控制，我而家都未搞得掂。咩啊？但系佢唔应该玩之前有个教学嗰啲咁样教你操纵嘅咩？系啩？但系次次我都唔睇啊，咁冇办法啦，你又唔睇。系啊，即系咧，即系譬如，以前砌陀螺嗰啲咧，吓 包船陀螺爆成陀螺咧，有说明书，你嫌佢简单咧，可以自己搞得掂咧，然之后你抌咗说明书咧，之后你先知道扑街啊！咁唔系仆街，咁咩戆居唔系，当然呢个就系讲啫，爆船陀螺好易啊，但有阵时就系有啲难啲，譬如模型咧，你以为好易砌啊，一开始即系抌鬼走个说你明高书，估咗自己啊，抌咗就后悔啦，死啊，点收科咧？系啊，有阵时又要上网搵翻个说明书嚟睇，真系惨。我之前都系喺呢只 game 入边谂住叫鸡叫嗰只杏男咧食屎，我最后唔识玩哦，原来可以射嘢哦，哇顶揿错掣添！成咩啊？佢最后可以，我一阵间就叫一次鸡俾你睇。上次我叫鸡叫到想杀人，我个画面定咗啦都。你 refresh 啦，refresh 啦，冇嘢嘅。冇个超难玩啊！龙鱼嗰、那个叫鸡，所谓叫鸡都唔系叫鸡啦。扮叫鸡冇，其实冇嘢睇，得条波罅睇抢啊嘛。嗰阵唔知边个仲耻笑你，乜嘢黄色老鼠有冇搞错？比较少都唔识，系咪阿 Man 啊？我唔记得咗，我真系睇唔到正面，又睇到背面成嚿嘢咁，嗌黄色老鼠，有两只耳仔，有条尾咁样。我个睇错呢个哥大灰色老鼠啦，咁多年都以为佢灰色。好惨！以前 Game Boy Color 边有色嘅啫，大佬，唔系灰就系咁白啊？咩？Game Boy Color 边有色？你讲咩？咩啊？以前 Game Boy Color 边有色？我冇叫听少错。少少颜色咯，算好即系。多吓！咯。我以前玩 Game Boy Light 得盏灯啊，我劲戆居。人哋问我买咩，即系啲长辈送俾我嘅，佢问我拣咩，我竟然拣 light，我唔拣 color，劲白痴。我仲谂住有光就得啦，夜晚啊偷玩啊嘛。但系我冇谂到其实 color 都有光，点解唔拣 color 咧？Color 有光？系啊唔系啊吧？，color 都有光。我哋系咪讲紧另一？同一 Game 样嘢 Boy 嘛，先，你话 Game 吓 Boy 嘛，唔系咩？系系咯，Game Boy Color 有光嘅咩？有啊，夜晚都玩到噶，冇灯都可玩到噶。唔系啊吧？点 Game 解 Boy 多年 Color 要冇 Color，死边有咯？玩嘅亲人少少，快啲出嚟自首。我记得我夜晚都要开住灯，唔开灯都要一手攞住个电筒，系咩？攞个口含住电筒嚟玩嘅。唔通我记错？我明明记得我个 friend。去你佢屋企讲玩紧，因为讲紧 Game Boy SP 啊十几年前喎、哦，，Game Boy SP 就可以加盏灯。系有颜色晶液。你讲乜鬼嘢啊？我明明见到佢玩嗰只有颜色有光，夜晚偷玩佢。咩有颜色晶液啊？因为詹士话嗰只 Game Boy Color 系冇光，但系有颜色晶液，即系 Solo Color 冇我光净系咯。知道咩叫白色晶液啫。顶 Game Boy Color 你有冇？要咁先你系有咪光。你系咪接近得肥仔太多啊？你仲唔知道自己错咩喎？你真系，错咩？你再读多次，读咩啊？读 James 嗰句六只字嗰句，系有颜色晶液咯。唉，是但啦，系我放弃啦，我都系。你讲甜嘢啊嘛？你讲甜嘢啊嘛？呢句应该系我讲先，唔系，我都好专心研究，唔通我记错？我明明见住佢一个 color 画面有光嘅，佢仲攞张被冚住自己喺度系咯，玩。以前 Game Boy Color 加盏灯先得噶，要去 SP 先可以揿个光线出嚟啊！你知唔知啊？James 话 GBA 先有喎，
Game Boy Advance 光少我液晶晶液，我调转咗，所够咯。我而家明啊，病紧啊嘛。系加少少光都足够你喺夜晚度玩嘅。所够咯，大家体谅下，大家睇唔睇到个 topic 啊，个 title 啊，发烧打机去到尽啊！我仲未好翻嘅，我听唔听到我把声几咁沙，系咁咳。赖啦赖啦。咩赖？我几可又会赖咧？你哋体谅下啦。我都肩颈膊痛啊！我都。唉，镜波有光，黄色老鼠咩？火我靠爱咩嚟？歌词嚟啊！疫症啊，听歌都。听歌都睇唔过眼，冲出嚟，疫症啊！屌你，好似系 Game Boy Live， 我嗰只咪就系 Game Boy Live 咯。疫症显，疫症体显影眼镜。唉，咳到攞命。冇啊，我系讲占士嗰句啊嘛，疫症啊，屌你！演绎得好全神。咁搞法 admin 唔使温书，阴公猪。我放弃咗啦，大佬。系我唔好咯，搞到你冇得温书。我两个钟前又温紧呢一版，两个钟后又温同一版。基本上你冇可能温到书嘅咧，如果你 Skype 嘅话，唔系我温，我唔系我温到，我温到。问题就系、是，呢本书同我 lecture 嗰个结构唔同啊，要揾翻抄翻系边啲重要，边啲唔重要，呢样有少麻烦。好复杂喎、啊，听落好复杂。我哋继续吹水啊！呢、這个人中嘅剧情我已经冇兴趣知道啊。因为这个遗忠是遗身是没有中文版的，连这个人中零啊都是没有中文版，不是没有中文版，是某人用了168买了这个日文版给我，吃屎都不知道玩不玩好，还是我应该放出去，放出去啦，已经是二手了这些东西，请连续读我和 CK 的句子，两句唔一样噶喎，咩啊？晶液体显影眼镜，睇晶液显影眼镜，有咩关系啊？呢两句咩啊？嗰啲急口令啊 ！Aaron 沉迷朱茵，放弃温书 ；Aaron 沉迷朱茵，放弃学业啊！魅力非凡啊！我，你以为你玩紧朱茵，其实系朱茵玩紧你。病花雪不啊，朱茵雪不。咩料啊！我而家真系病发啦，咳到死死下。如果我唔系病嘅话，我而家饮紧咧烧呢个 Coke Zero 啊。不是喝着这个低糖柠檬茶，就好像你病还喝着低糖柠檬茶，搞错，反正都是病了，就去到尽了，这样又不喝 Coke Zero 啊？ Coke Zero 要冻才好喝嘛，但柠檬茶不用冻，我觉得都可以喝嘛，冻和不冻很大的分别的，虽然其实我都雪完它才冻才喝，是不是很矛盾啊？带着矛盾去旅行，带着矛盾喝柠茶，带着矛盾喝精液，遇到主人人家 Skype 的时候记得要说不要同停啊，不是我忍他啊，刚才我开台是这么厉害，接着 Edwin 无序自荐打来的，是你抛砖引玉啫，冇办嘢。系啊，辛苦你啦，咁都俾你中到计。点样感激你好啊？真系，唯有下次我哋，我哋开团。你喺 Facebook 度话你感到好温暖，多谢我。
没有新娘子的我是最温暖的。你是不是穿拼过？你死了，你这穿拼过神经病，冤枉我啊大佬。你一说温暖就是穿着拼过啊，你不是啊，拼过我是你又不忍啊，我跟木主席而已嘛，是吧，我跟木主席而已，是吧，好像太阳刚刚照耀我的心。刚才拼过看到这句笑爆嘴，笑你而已，关鬼事。没有新娘子说什么嘛，说柒达柒达噏了张相上网，冚世界都喺上度，唯独是系冇plan过，然之后就话好温暖，好贱啊！谂结婚啦，仲谂乜劲啊？啱啊，啱啊！我哋结婚啦，屌！我哋去荷兰结婚。我阿妹佢玩佢，上次冬天同 friend 食淡仔。他的朋友說凍冷死，跟住阿姐給了一杯凍檸水佢。這個挺好笑啊，但雖然我沒笑。這個反而挺高級，反而這個反而挺高級，這個笑話雖然我沒笑到。可能我的笑點比較 cheap 啦，比較低俗啊！咩你无啦啦？出手便知有没有？无啦啦！啊咩咩！痴孖筋！痴孖筋！两个都是荷兰支票。什么叫荷兰支票啊？荷兰英文是什么？是什么？哇，你问回我啊。我忽然忘记了荷兰英文是什么？ Holland 啊嘛。哈。支票呢？那银行呢？ Bank。支票呢？ Check。啊，那三个加埋呢？ Holland。哦，原来是这样，多够借，好像在高登仔去吃淡仔真人真事。什么料啊，含了 Evan 整日笑，整个人笑我，听哥叫你含。哇，好啊。不过就是个淡仔阿姐讲的。娘娘，点搞啊？你个朱茵黐晒线，咩？你个朱茵啊？我同 Condensa 嘅关系系平等嘅，咩叫你个朱茵？我不属于任何人喎、啊，唔通系同一间？一完眼瞓仔就瞓啦。一开几点啊？差唔多啦。我顶就系五点啦呢度，系啊，你瞓先咯，去瞓先啦，听日继续努力温书啊！真系荷兰惨，荷兰惨，有咩辛苦过要温书？系咪有两兄弟开噶淡仔？系啊，一个咁最近有单嘢咧，嗰、那个。日本邊個地震紅？嚇、啊！紅咩啊？熊本。熊本啊，熊本地震啊嘛。之後咧，潭仔米線咧，就好似話義務啊，送出嗰啲米線咧，俾個災民啊嘛。嚇、啊！之後咧，有個網民就話多謝阿三哥啊，你真係好好人啊。之後咧，有另一個網民話。三哥是另一间啊，三哥米线啊，一间潭仔米线，一间潭仔三哥米线，系啊系啊，不过我而家先知喎，唔系啊嘛，一间嘢，不过我知道
两个兄弟有纠纷嘅，我知，咩？但系我真唔系知，两兄弟嚟嘅咩？唔系咩？即系三哥同埋探仔系两兄弟嚟嘅，我真系唔知喎呢家嘢就。大概唔知仔定老豆定乜鬼嘢。哦，话我即刻讲啊！前几日好似有睇咗咩哦，打爆啊！PS4 嘅阿叔先系熊本熊嘅忠实 fans。荷兰真系好百搭，温咩啊？quit 咗佢啦，quit 咗佢冇嘢读啦，会唔会？我都唔知温紧啲乜，啊？好奇怪啊！买错书买啊！咗咩？佢唔系又俾啲参考书俾你买嘅咩？定你自行买？嗰个 edition 唔同啊嘛，咁我课程18，但买17，因为平啲，我要买二手。呢个最影印嘅，你话死唔死？好似就咁听落已经唔啱读咯。唔系啱嘅都，澳洲一手好贵，知唔知啊？好惨啊，相好差几贵。多啊？Double？咦？呢度见到思田总司喎，点会喺呢度咧？单眼佬。慈善 can 都唔知做乜鬼。啊，继续啊！继续啊！继续讲啊！一手两本书，澳纸大概一百九十，二手就系80，即系差真系一倍又多咯。大概啦。冲田，我读咗思田总司，屌。睇两下啦，病紧。冲田啊，芝士游水啊，冲田啊，屌你！咁咧，如果澳洲咧，你有冇攞到奖学金啊？梗系冇啊，点咪考到啊？好难噶。知啦，好似但系你系咩知攞喎，真系读唔书知。visa 嗰啲去？哦，唔系，唉，唔好理我啦。总之有冇奖学金？冇通知喎，好似。系咩？Why you have to add 掉你？因为参考翻你前面嗰句，疫症啊，屌你！啱啊！打多阵我都差唔多，但系我呢本书真系废掉咗佢啦！有冇搞错啊？买本厚嗰本咁贵，薄嗰本反而仲有用，厚嗰本好多人唔考啊！冇谂住厚啲啊，多啲料。呢啲系唔成正比嘅，厚啲即系多啲废话，多啲垃圾资讯。你觉唔觉？嗯，开始敷衍我啊，眼瞓仔。算啦，你 cut call，你快瞓。算啦，少少，讲多少少啦。我唔止少少，我起码打多半粒钟。我要叫埋鸡先啊嘛，咁啊，快啲啦！哎呀，唔我会 refresh 快啲哦。呢啲嘢点可以等嘅，大佬？咩啊？呢啲嘢点可以等啊？快啲叫鸡系嘛？梗系等等先啦，转头啊，呢啲火要出下先得嘅，搞埋呢度先，应该太多对身体唔好。系嘛？龙马版本龙马要出货，哇 好卵痛啊喉咙！房事不宜迟，啱啊！房事龙珠恩。乜啥嘢？朱印龙，我又谂起嗰只乜鬼嘢啊？嗰只 game。4 4系啊，朱茵龙，
我指头，俾我打死咗咁滞啦。我已经冇再掂过。哦，OK。我自从洗咗部脑之后，我冇装翻。咁你卖咗佢啊嘛？唔会用噶，咁你装喺 Steam 嗰度，你点卖啊？哦，上 account 话俾人啦。咁佢咪知道好多资料咯？唔紧要啊，又问我。紧要啊，唔得噶咁样，唔可以咁样。我好重视呢啲私隐嘅嘢啊。啊！No no no！你之前系咪哇话会去？蛇精男做访问，系咪话会玩去？咩叫话会玩去面有只大狗嗰只 game？咩 The Last Guardian 啊嘛，好似叫做，我唔记得咗。你点解入唔到去啊？明做唔到之任啊 ？The Last Guardian 定系咩？The 封面。蛇精男自拍，哭型72秒人片。哦，系啊，你哋有冇睇啊？好核突哦！佢个样已经核突噶啦，唔系啊，佢条你巨龙嗰好细，系咪尖噶？块个下巴？嗰度啊？点会系尖啊？龙切！头？佢平时佢平时 P 到佢自己块面已经不成比例噶啦，个下巴又尖，块面又薄，咁我谂佢都 P 埋佢下面嘅。点会条片点 P 啊？除非我佢得真系好耐高技术咯，好似啲人哋做电影嗰啲咁。但系佢细手只，机拍嘅啫，我唔知啊。但系个条片睇落去块面都好似啲相咁 P，都系整到好尖喎，都系可以整到好尖喎，唔知点解。嗯？点解有个感叹号我入唔到去嘅？搞乜鬼啊？入多最后一次。你哋系咪个个都睇晒《蛇精男》嗰条片啊？哇！我又唔系基嘅，点解要睇佢嘅？冇，我都唔过意睇啊！我睇系做乜啊嘛？因为睇到一半先知哇。淫片可以做乜啊，大初佬？头唔知，喺度唔知喺度濑乜嘢，我睇唔明个画面，食屎啊！喺度系濑啊，你提啊，子。系啊，喂，话咩？咁嘅饮食节目嚟喎，我只头粒提子我睇唔到啊，初吓，头，咁奇怪，因为佢嘅角度系啱啱好遮住咗，我完全唔知佢喺度含乜嘢啊。啊。跟住后尾先好核突，因为实在太短啊，不宜观看。条片太短定系咩啫？佢 条巨龙太短，有几短啊？几短啊？我谂啊，应该点样比呢？我唔识比啊，成个可乐罐差唔多咁长啦、啊，粗就唔系啊，当然哦。咁上下啦。我以为佢接自己手踭，系 嘛？其实都似嘅，真系似。我初头都以为蛇精男系挛嘅呢，唔 会啦，佢。喂，嗰我只又唔系好，我又唔好似大婆咁留意呢，咁留意蛇精男唔觉嘅。意见到，唔系特登留意，啲人系咁 forward，系咁 forward。但系，唉，算啦，我冇人 follow 喎。估唔到佢会拍呢啲嘢摆上去黐咗线。切，大班人拍呢啲啦。咦，有 link 喎，唔好啦，我部新电脑唔好搞我部电脑，我唔想中毒啊。Penny 应该唔会声读嘅。喂，唔知唔系知啊，你咩啊？做问我咩？嗰只 game 做乜嘢？系咪出啊？嗰只 game 几时出啊？
咦？点解冇的士搭嘅？但系狗好似冇讲蛇精男喎，成日都讲啊！但系佢条新片佢冇讲喎，未讲啊嘛，竟然冇睇。佢身为蛇精男第一号 fans， 系啦，我啊冇咩兴趣睇嘅，我觉得。又话短啊，又话睇唔到啊，咁睇咩啫？净系知道佢系一个人叫蛇精男，佢做嗰啲猥琐嘢就系咁简单。冇噶，其实，咦？系咯，冇噶。一男笑啊，睇完。切，佢扮晒嘢啦，佢自己想曝光啊嘛。想红咯，想出位咯。佢已经出咗位噶，仲出位，搞错。纯粹想睇下乜 game 嚟。冇啊，咪啲动作冒险 game 咯，嗰啲啊。你想睇咩 game？ 你上 YouTube 啦。上 YouTube。上 YouTube 睇下人玩，咁你大概系点知道点样玩啊嘛？我睇 trailer， 哇 ，Sandy send 俾佢，有冇搞错？咩嚟啊？嗰条 link。Sandy send 咪蛇精男咯。Oh， so sad。我估唔到 Sandy 会做啲咁嘅嘢，真系。咩啊？女神唔屙屎啊！我对佢好失望。女神真系唔屙屎咩？啱唔啱啊？得啦，知你屙成四次啦。吓，系啊，我系幸运女神。啊哈哈哈哈哈！运财童子啊，晋升为幸运女神，胜利进化，究极进化。你自己帮自己加官爵位啊嘛！究极完全体，但系听闻好似死过一次之后咧，会咧变翻做嗰个咩啊？最初嗰个圆形体啊！你讲紧数码暴龙？系啊！我喺街睇唔到，翻到屋企 delete 咗，冇得睇翻。你可能 disav 嗰啲有吧？个。试下咯，我话唔会试嘅，系嘛？啊，冇错。我话要洗眼系嘛？咪咯，我都唔去开呢啲网站，我仲要我睇蛇精男，冇啦啩，大佬。其实可以唔睇嘅，因为条片好鬼短，都系嗰啲。佢又短，条片又短。耻笑下咯，好嘛。佢都未见过咩叫大蛇屙尿，仲叫蛇精男真系收皮啦！蛇边度蛇啊？睇过条虫啊，不如啊蛇大佬，佢嗰条真系蛇，我谂同陈冠希嗰个差唔多。哎，我又冇睇过，哎呀！陈冠 A 你都冇睇过，唔系啊嘛？冇。我仲好记得佢嗰啲，其中一张闪卡就系、是。佢同陈文陈咩 ？Bobo 啊，系啊，好似系 Bobo 啊，嗰一张咯。哦，我仲记得个 size。Gian 咩 ？You seem like fun 咩啊咩啊？我听唔明嘅，点解嘅？我听唔明嘅，点解啊？我唔识英文嘅喎，你讲咩啊？我听唔明嘅。我听唔明喎，喂喂喂，喂 ，cut call 啊，喵咗啊，你系咪又扎到条线啊？啊 ，Batman， 食屎啊！你特登，食屎啊！又 cut。食屎啊！我就系咳到冇气啊！你讲到底都系想我死啊！紫砂雪莲都救我唔到啊！你讲到尾，你哋个个都想我死，你哋个个都想我死，又唔使咁悲观。讲下笑啫，点解咁鬼多烂仔签啊？跟下五步要打一个，下五步打一个。我玩 Pokemon 行四步啊，遇到一个宠物小精灵啊 ！Pokemon 唔好再讲，见到 Pokemon 啊，真系黄色老鼠。系咯，低能嘅
我只神兽成100叻，有个嗰只嘢成2叻都敢出嚟同我砌嘅，真系嘥 我死时过间，啦，癫嘅真系。冇得 skip 嘅咩？冇喎，除非你喷嗰个叫做 Pokemon Repellent，即系喷咗喺100步内都唔会遇到宠物小精灵。咁麻烦。但要买咯，否则真系噶，真系噶，你个神兽100叻咧，2叻哥打得同你只抽噶。黐线，真系嘥时间，打到猛。系啊。成日我去边度叫鸡咧？系啊，叫埋鸡先。叫埋鸡咧，跟住 admin 就可以咧，心塞去瞓觉。系啊，呢啲唔可以。瞓都瞓得眼闭啊！你瞓觉唔眼闭嘅？我真系有 friend 咧，佢擘大眼瞓觉。诶、欸，我二叔都系喎。系嘛？系啊，我记得我二叔结婚嗰日咧，佢老婆即系我二婶咧，吓死佢真系，擘大眼瞓觉咧。但系你之前冇同床过嘅咩？佢哋？我谂冇啩。咁和气。但我想知道咁阿二嫂咧，咁佢擘大眼瞓覺，隻眼咪好多塵咯，咁咪好乸痛咯，真係乸到痛咯。我又唔知喎。第二日眼隻眼紅鬼曬，全部都係紅筋。係啊。好勁啊！好似話邊個張紅筋啊？歷史話咩？張飛定係關公擘大眼瞓覺？好似劉備啊。係真唔係啊？劉備咩？係、哎，好似。佢張飛嚇、啊，三分之一我都唔中。佢係啊，張飛啊啱啊，張飛。阿張飛咧，佢俾個隨從殺死啦，因為佢隨從見到佢擘大眼啊嘛，以為佢醒咗啊嘛，咁啊幾次想行刺佢嘅，咁都熬底啦。咁最後屘知道原來佢瞓覺擘大眼瞓嘅，咁啊。大膽咯，咪攞把匕首一日捅落心臟度懟死阿張飛咯。嚇、啊！係啊，嗰、那個來源係咁樣嘅。咁佢呢個技能啫，係把鬼啦、啊。都嚇到人嘅大佬。咁我覺得分分鐘嚇到人，都係俾你發現咗，要殺你滅口，即刻懟冧佢。咁咪咩咯？毫無用武之地。係啊。把鬼。知佢有冇瞓到噶嘛？咁佢都死得幾咩喎、啊？嗰、那個點樣講啊？死得好唔抵啊！哇死啊！棘住咗添，救命啦、啊！你幾時可以叫到啊？我都想知道，喂點解唔得嘅？食屎啊！嘥我時間，佢無啦啦要我做支任啊！你有冇放棄咗個小任務佢啊？冇啊，冇得放棄啊！哇黐線！点解咁多点？你挨多阵啦，你挨下挨下你就惯噶啦。横掂都嘢啦，唔争再抌埋落去啦。横掂你听日全日都喺屋企噶啦，应该我估。我日日都全日喺屋企噶啦。你未放完假咩？你礼拜一仲有公众假期。点解你嗰两个礼拜过得咁慢？唔系啊 ，OK 啊。四嘅话之后就去咗雷佢个女，讲边个？讲我咯。你有女咩？如果佢冇瞓到，你就俾佢杀翻转头。哦。喂，同佢斗快，条扑街！救命！快啲阻威住晒！哎呀，我刷牙先啊！好啊，好啊，刷牙先，刷牙先。八，街阻威住晒，死开！呀，是同我斗快，睇下边个快啲啊！冲啊 ！Last one，Last one，Go go go！ 呀，屎啊，我赢啊！成功。九枚爭一枚，即系点啊？都系赢，我多过佢，都系我赢。八近啊！
话我白痴食屎啊你！黑豹飞毛腿团嘅一人，赢咗阿星啦，好劲啊你！齐腾，你瞓啊？今朝6点起身超眼，瞓啦瞓啦，大家瞓，我仲要叫埋鸡我先肯瞓。快啲人睇废话，咁我唔译啊！拜拜，James，沙丘啦啦。叫鸡叫鸡，重头戏来了，就系等啲人瞓晒，我先至要去叫鸡。呢啲儿童不宜，煽情画面我系唔会俾儿童睇。各位小朋友，快啲去瞓觉。Go go go！系咪呢度咧？我冇记，应该系。Go！卡到甩肺。我记得就系呢度附近嘅，系啦，师傅先，山翠，冇错，山翠老师，校婆老师开嘅妓院，一个妓仔，我嚟啦，为免会狂失败，施展 safe low 大法。飲啖檸檬茶先，飲鬼曬，叫一次雞成為一兩人啦，點解有得揀嘅？咩啊？俾字飲嘢，第二個咧齋 can 呢個齋包剪揼。第三個是戒譜，第八鬼不用啊，確認完啦，咁玩呢個先咯。點解有得咁俾我揀啫？今次亞修羅級，趁 Evans 刷下我揀亞修羅級挑戰波那行男。俾你睇住條波啦先，之前一路都冇噶，點解無啦啦又得俾我咁樣揀嘅？冇啊，落升落上落上上落落上落飲曬，我今日就係要懟冧呢條八婆飲啦。飲勝，人生有個真正嘅朋友的確好極。飲勝，飲啊，落翻去白痴，吔屎，頂住，飲快啲啊，智障！黐線好屈機，佢頭先明明去到一半，而家跌翻到去咁低，咁我有排玩啦。唔怪之得阿修羅級啦。一陣間佢跌翻到去第一格嗰度，公平咩？玩鬼啊！哇！同時間得，同時間喂食屎！同時間競賽，你可唔可以爭氣啲啊？唉，吔屎！真係吔屎！黐線，佢又跌翻咁低，咁我點玩啊？唔使玩啦，都冇乜意思，都冇乜意思喎！如果咁樣玩，黐線！飲快啲啊！叫你飲快啲啊！唉，食屎真係好難玩，吔屎！算啦，我覺得挑戰最簡單，快啲叫雞完成炸炸林。食屎咁樣壓咗我一兩銀，
升过鼻屎咁少。虽然我有400几两，大爷本大爷同你慢慢玩起又似你。而家我已经好醉啦，饮俾条八婆蒙咗我，饮咗好多杯。呢条八婆千杯不醉，一刻一炷香唔够嘅时间，佢已经由好醉变到唔系好醉。睇下先，咩叫戒谱啊？一般啊，唔挑战难嘢，快啲咋咋谂，赶住收工。嚟啊，玩咩？哇，嚟啦呢个，好难啊！我都而家唔知佢想点，佢而家无啦啦又俾有得俾我拣。拣咩啊？有得俾我拣啊！之前玩呢系冇得拣噶嘛，佢而家俾我拣玩边一只游戏啦。之前要逐级逐级咁样玩上去啊嘛。你 share 个 screen 俾我啦。等等先啊，未得闲揿住，但系 share 俾你就会变慢噶咯，就会窒机喎。你而家 refresh 睇唔到咩？我喺不断 F 五咯。一系咁啦，我去到重要画面就 share 俾你睇啦。而家佢就典藏典籍露下波啦。诶，呢啲都 OK 嘅喎。我照杀啦，我照杀。等等，呢啲都要好重要噶嘛？其实冇乜特别嘢啫。睇啊！我等咗成3粒钟，你先话冇咩特别嘢。睇啊！佢真系又冇嘢睇，典藏典籍咯，咁样咯。跟住仲有嘅，仲有好多级嘢。人哋笑四级咯，冇四级啦，唔好话四级，三级都冇啦。冇事。而家射紧啦！救命啦！好难啊，食屎哦！救命啦！食屎难到爆，好似仲有第三关。而家玩紧啲咩？咩咪不平等咁样？唔系要避开晒嗰啲字啦，然之后狂射嗰粒心心。如果你个人掂咗嗰啲字咧，你就输啊！咁难玩？系初头我唔识，原来有得射，跟住系咁死。个个都唔睇，唔睇恨男条八婆嗰个瞓觉。个个扮晒嘢啦，唔留言，佢个手唔得闲咋？唔系呢条八婆都打得落，唔系嘛？呢度先系真正嘅地狱。救命啊！食屎好难啊！你都唔喐你个人，我喐就死啦！好紧张啊！而家超难，好密集啊！佢啲字而家好啲啦，叫做救命啊！唔喐得啦，已经睇下几时爆先，有冇得爆？有冇得储起爆？爆先啊！爆唔到我顶你肺！我用咗一个三角啦，原来一开始已经用咗个三角，救命！都几几奇怪嘅关卡，但系个唔系之前都玩过咩？好似有类似咁样。唉，睇嚟睇去都剥皮啊！咁你仲想睇啲咩？梗系有馅睇啦！赢咗你，神啊！我赢了，咁就系啦。因为我有一之前有一次叫鸡成功，我唔知佢今次系点样。吓、啊、完噶啦！呢个人个样都唔算太差，一般啦、啊，好过头先嗰个咩美月啦、啊，好柒啦、啊、一码。咁柒达柒啲定一码柒啲啊？嗱。我啊唔俾讲嘅，你咧佢又一定原谅你咁讲。唔知噶，可能佢照嬲鸠啊。然之后 Pan 哥就丢，冇咗讲柒达，我嬲鸠。冚啦！哦，咁啊叫完鸡啦。搞错啊 ！Pan 哥即刻打柒达柒啲，仲衰过玩嗰个 Sleeping Dog。咁啊叫完噶，真系冇得好玩。
叫完啊，一上你心软啊，你可以瞓得眼闭啊。我真系唔瞓得眼闭啊，真系。咁你仲想点？等个3个钟你俾呢啲嘢我睇。最紧如果你一早讲啦，即刻叫俾你睇啊嘛。哇！你唔知同我讲啊，真系。咁而家点啊？你系咪瞓啊？唉，听日买个 Dead or Alive 自己玩一玩，我都系。吓。吓。瞓得好攰。瞓啦，拜拜全世界，差唔多啦。你差唔多，你个台差唔多啊。系啊，个台差唔多，我差唔多，唔使瞓咩？好攰。系咯，你病仲要玩咁耐。我收台玩咯。我唔可以再喺度 V 哇鬼叫，三点了。哇！我五点啊，大佬。哎，快瞓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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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头 ，cut call 啦 ，cut call， 唔 cut call 你唔舍得瞓。Edwin 为咗朱茵放弃学业，拜拜。唉，咩料啊？安迪咩？黐线！佢自己 cut 咗 call， 好鸠我笑鸠佢。你要睇咸湿排球，睇咯。唔系喎，嗰个唔系排球嚟嘅，普通格斗啫。普通格斗啫，呢个唔系排球嚟嘅。咩啊？你咦？猪肉生命喎？豬肉生命玩緊全景，咦、欸？我又冇買全景，唔玩了，繼續玩多陣啦，玩到俾人插為止，玩到俾人丙為止，我冇鹹濕排球，啊，跟住咧就可以玩下啲屎遊戲呢，定係充資主線好呢？定系冲主线好，定系点好呢？死姣婆，我扭啊扭啊扭，扭屎忽花，又问我攞嘢，我俾几亿你啊，八婆。问我攞萝卜，佢每次都系问我攞青瓜啊、萝卜啊、茄子啊呢啲长条形嘅嘢，仲喺度啊！好长啊，好肥啊，好大碌啊，食屎啊！睇你讲废话，我已经冇精力去做翻译。冲啊！唔记得要开自嘴啊！有咩小瞓啦，柒柒冇嘢。呢个玩跳舞啦，呢个玩象棋啦，呢个玩赌场。有啲咩系好玩？玩斗鸡、麻雀、钓鱼。呢个咧，唱歌、钓鱼，呢、这个感叹号我头先系咁出出入入都未啊！这么丑的楼，这么丑的楼，咩啊？你 C K 你迟咗入嚟睇啊！之前出现过一个叫做美月，仲样衰。唉，玩埋个斗鸡。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塔吧，溜得好，睇得鬼嘛！好请吧，自由他。我就提咗几次话，我哋下次搞呢个沟油油团，系咪唱 K 都冇人答我？证明系冇人想唱 K。
咁我哋继续做，我哋咩咯？踩单车哦，定系睇你哋睇 live？你哋睇 live 个 group chat？定系我哋走去 走去咩啊？走去铜锣湾嗰度嗰个地方玩咩？50蚊一粒钟啊！头先 call 啦，打 call 咗上去，你真识食？咩？我食啊！我冇食，我冇食这么丑的女。我死左鬼右杀，有冇啲咩武器啊？或者啲嘢佩戴咧，就唔使成日打啲死流。左鬼右杀，烦到行，每行10步就要打一次。咁我唔使行啦，我仲使出嚟行咧？条街你霸晒佢啦！极啦，冇得出极，仲争你，够劈都劈死你，左鬼住手，又系呢个阿婆，佢叫我帮佢买双羊，俾你阿婆，好，搞掂，走。走啊走啊走啊！其实斗鸡都唔系好玩，但系我做其他嘢好咧，其实都好闷。正确啲嚟讲，维生都唔系话特别好玩，除咗耕田。咦？咩料啊？系啲滋饮 OK 咯，叫做玩得下。最强嘅战士，哎呀，嗌你啊！咁突然真系唔好意思啊！阿生，你系咪好强啊？你突然咁样讲，我都唔知点样答你，我自己唔系好清楚。连 call dancer 都瞓，拜拜。好啦，唔译啦，快过。黐线，桥入边有条靓妹，有条女，只要你俾得起钱，你就可以买起佢嘅初体验。吓，老虎蟹都傍水。佢条女叫做小野子。一声淫笑惹来满满龙马垂青，立刻打开钱包，为这淫贱之女战斗。咁点啊？我斩佢得唔得？即系我要护送呢条八婆，斩啊！仲要开枪添，好贱格！斩我你条白痴先啦！死啊死啊死啊！呢两条急屎佬仲喺度慢慢冲，会唔会打唔切啊？1999呢1999点咁噏？我已经讲得好清楚了。版本龙马为咗一条淫妇，呢条淫妇打开嘅银包，俾钱之余仲要做人哋嘅保镖，哇打唔晒，黐线！已经行到好远，我黐孖筋点打啊？冲啊！已经俾人打咗几夜，食屎！呢个小光头佬开枪啊！俾人斩咗几嘢，咦啊！点解咁难打？可能我把刀太鸡啦，我已经见到呢条友啦，
边个开枪又系死光头佬。但系我啲打刀咧识得自动帮我回血嘅，所以唔使惊。啲药带得唔够都唔紧，哇食屎！依家俾人袭击紧啊！条女就嚟死，打死你老母！食屎俾人怼冧咗，再挑战，又即系冇可能打得冧佢哋嘅，打唔晒。我话行前去做先锋先，最紧要咧就系打冧咗啲揸枪嗰啲。有次，头先我起步起得慢，有次 style level up， 极点死佢啦，小田啊，我真系少你块田，快啲嗱嗱临怼死佢！喂，好鬼住晒，做乜鬼嘢啊？呢个咁难打唔得啦！唉，好鬼烦！揸枪啊，第一时间怼冧你！快刀斩乱麻一屎啊！唉。条女系我啊！唉，好难玩。开枪！开枪！食屎！开枪！就嚟死啊！顶佢个肺，系咪咁难玩啊？再嚟多一次。嚟咯，强化咗先系优先。唉，跟住转武器。已经是最强的那些东西，差这个差这个100 100 100 300，这个死梗啊，这班人等一下冲啊，全部都要中枪，好鬼远啊！做乜鬼嘢啊？转咗魔仲难打点解？转翻先，转一把枪。咦，咁难啫？点解？唉，好鬼烦！太多啊！知啊，因为我仲醉醉地啊，因为我自己被人打死啊，算啦，唔玩就收台，拜拜，各位拜拜，多谢收看，再见。